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个别嘉宾及主持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好啦，今日新节目咧就有我啦，阿 V 啦，同埋咧有位不愿透露姓名又不愿透露样貌嘅朋友嘅，就系佢嚟搭单讲下啫。系啊，因为咁啱有啲嘢咧就想去讲下咁样。咁点样称呼佢咧？朋友，朋友 V 啦，朋友 V 啦，V 佢咪 V 啊？唔用得 V 啊？咁啊？朋友 W 啦 ，W Hotel 啦，系啊 ，OK 啦，系咯，同朋友 W 咁样咧，今日咧就系讲《灵魂旅程》第五集嘅，咁样我喺个fan page 嗰度咪话，哦，仲有啲嘢未讲啊，咁样，咁于是咪录啦，系咪先？系，咁咧喺个录《灵魂旅程》之前咧，我就想讲下呢个最近呢、這个。周圍的環境，因為我們的節目呢每隔一年半載都是講一下這些東西，今年就沒有講過這樣。咦，那要講一下，我們現在錄這一集的時候是三月中的。咦，是錄那天是3/11來的。咦，你真的爆了日期啦，那就是很跟近期的社會事件很接近啦。是啦，那呢首先呢就講一下這個丙申年流年其實咧，金丙申就係金火交戰嘅，即係點啊？即係火咧，就係代表呢個信一啲，即係對於佢自己嘅信仰咧，係呢個義無反顧地支持咁樣解嘅屬火。嗯，即係喺我嘅涉派八字入邊。係 ，OK， 唔係我特登問下你，等你講翻啲人話，唔好成日講啲太空話，人唔明啊。所以想聽得明太空話就要上八字堂啦。但係你講嘅信仰就唔係真係泛指某一種宗教啦。唔係啊。總之係自己執念啊，或者普通嘅信念都係叫信仰。你信乜都得嘅。嗯。咁樣咧，你相信嗰樣嘢而呢個義無反顧咁樣去推廣咧，就係屬火嘅。嗯。咁然之後咧，你係以呢個批判嘅態度啊、批判思考啊、捉人哋啲錯處嗰啲咧，就係屬金嘅。係。咁咧就即係2014年就甲午年咧，就係屬木火。係。木咧就係話有啲新嘅嘢開始咗，然之後。火咧就燒佢，所以嗰年咧就係忽然之間咧就搞咗壇好大嘅嘢啦，然之後佢係延續咗好幾個月啦。嗯。哦，你就講緊呢一個屍帶。係啦，屍帶嗰樣嘢啦。咁而今年咧嗰、那個問題就係冇一樣好肯定嘅嘢係搞到出嚟。嗯。而係一搞出嚟，跟住啲人又話佢唔啱，即係正反雙方喺度各執一詞啊！咁就係開年嗰單嘢啦。開年嗰單嘢咧，你睇個八字咧，就係嗰一日嘅嗰個鐘頭咧，係會令人特別燥嘅。嚇！咁不過咧，你話特別燥唔代表咩㗎？咁而只係話，如果真係有人係即係諗定咗係喺嗰個鐘頭嗰度搞事咧，咁樣在場嘅參與者佢係會特別燥咯。即係個關係就係咁樣，但係如果冇人搞事就冇事嘅。咦，係泛指嗰個地方啊，定係時辰？即係唔關地方事嘅。關地方事嘅。但係我聽個 W 講，好似係都有啲關係嘅。嚇？邊方面啊？即係嗰個出事嘅地方，嗰個咩能量嘅咩嘢咁樣？哦 ，OK， 因為我哋就有時會睇一啲地區嘅頻率嘅。係。咁。其實呢啲嘢，即係你係玩呢個 radio fascia 嗰啲啦。誒，你當住係先啦，我認住先啦。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邊樣，我諗。係，人定鬼都唔知。咁啊，我哋就睇歷史嘅，睇數據。咁而咧就阿卡式 record 嗰啲啦。係啦，嗰啲圖書館嘅 fans 啦。嚇！咁就睇翻以前二次大戰咧，嗰啲頻率咧，喺嗰啲地區咧就係比較高嘅。嗯。嚇！咁你當住可能幾百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每一個區咧，可能你話而家搭地鐵去銅鑼灣，或者係去旺角，定係天水圍，咁本身都有一個頻率，就好似銅鑼灣啲人係急啲嘅，會快啲。咁其實呢個頻率咧，我哋留意到喺12月度咧，
即係講緊2015年，佢就一不斷咁不定咁樣係咁升啊。嗯。嚇，咁喺一個瞬間裏邊咧，就唔知點樣幾個禮拜升到200多，咁我哋覺得好似唔係咁正常。咁所以咧就200多，即係我哋點樣理解200多咧？你話大戰嗰陣係100多啊？都係咁上下幾百嘅。幾百哦。係啦。平日冇事冇幹咁係幾多咧？10多至30多都有嘅。10多至30多嘅。咁如果郊外地方，即係好似嗰啲什麼南生圍嗰啲咁嗰類嗰啲大自然地方咧？嗰啲應該再低啲嘅。即係個位咁樣。係啊，舒服噶嘛。嗯。哦。咁就咁，你講嗰個指數，你會俾個咩名佢咧？咩名？我其實仲未諗得到，但係一個 frequency 咁樣。總之係一啲負能量，某一方面嘅負能量。我諗係一種頻率啦，即係可能係一秒鐘有幾多下嘅共振。即係交流嘅頻率。係啊。嗰啲速度好快好快。例如令人你興奮或者憤怒嗰啲咁樣，類似嗰啲嘢。如果簡單啲咁講，就係放鬆同埋緊張。哦，神經系統嘅嘢，即係好似心跳咁。係啦，冇話係 negative 定 positive 嘅，總之係嗰個頻率就好密、好密、好密。係啦，嗰個環境嘅頻率令到個生物佢震動得好快。即係你去到銅鑼灣實緊張嘅，係好正常嘅。係啦，你眯埋眼咁樣都係緊張嘅。嗯。咁你意思即係話2015年嘅12月鄰近聖誕節嘅時候？就不知點解有啲頻率咧，就令到人好緊張嘅。係啦，喺某啲地區好似轉咗台咁樣。某啲地區仲更加嚴重。係啦。咁去到新年嗰陣又點咧？新年嗰陣就好明顯啦，但係我哋就冇再睇呢個角度，因為佢已經好 stable 咁樣上到去，即係好緊張嘅一個階段。哦。咁我哋睇到新年嗰單嘢咧，就係、其實好多人佢個氣場係冧咗。什麼叫冧氣場？即是說一個人他凍在那裡，就有一陣氣是保護他的。嗯，沒錯啦。那如果冧了呢，是不是叫容易沾惹那些什麼那些朋友？即好像以前玩天下太平那樣啊，那個保護網簡直沒了就叫氣場冧了。是啊，這個就是最貼切的形容。嗯。氣場冧了即是會容易嗨到污糟東西。什麼都可以的。即係都嗨到人哋情緒咯，好容易互相影響咯。我諗佢嘅意思係咪啊？係咪啊？係啊！我哋成日留意嗰啲網上嘅交通意外咧，你會每日都見到一啲好新奇啊，譬如話啲的士佬打摔角啊捉出嚟，嗯，或者有啲車就唔知點樣炒到咧反曬艇咁樣，嗯，平時又唔會見嘅喎，嗯，係咪？咁如果大家最有印象深刻咧，就係元朗咪有單小巴飛咗出嘅，哦，係啊，係係。連頭都甩埋嗰單嘢啊嘛，喺錦田嗰度嚇。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要解釋呢一樣嘢咧，又要翻到去嗰部機啦。你講緊呢個意大利嘅粒子對撞機，冇錯。定係叫做日內亞咧？日內亞咩？係啊。日內亞。OK， 日內亞先係，唔係意大利。係啦，瑞士啦，啲名錶嗰度。係啊。咁我哋其實都係12月再早啲咧，留意到呢啲嘅信息喺 YouTube。咁其實即係我哋都係睇呢啲台嘅 fans 嚟嘅啫。嗯。只不過就係周圍睇下八下。咁當我睇完呢一個資料之後咧，其實就開始即係留意到咧，其實有啲人個身體咧係對呢樣嘢有敏感同埋反應。咁啊，透露好少啦，即係我就有做一啲能量治療嘅嘢啦，嚇，同埋有啲做得就有啲研究啦，咁所以就留意到咧，啲人佢哋咧身體有啲異常嘅症狀，譬如話咩咧，有濕疹，濕疹係啦，不過濕疹就唔係話即係你而家濕，跟住下一秒又濕咁樣啊，你唔覺噶嘛，咁但係我啲客咧就係心口痛，嗯。大髀無啦啦俾電擊，嗯啊、即係其實冇血到咁樣，啲神經系統俾啲反應你，即係好似抽筋咁樣。係啦，有啲似，但係佢係一個好似俾電到。係啦，電咁樣，但係你又冇見到有嘢喎。嗯。咁啊，有個呢啲係經脈嘅問題嚟㗎。係啊，經脈嘅問題，即係有個最激嘅咧，就係去到咧個兩肢啦嚇，一個人企喺度。嗯。咁喺個底部咧，佢係感覺到有震機嘅感覺。電話震機嚇，
咁但係佢的確係冇電話喺個位嘅。嚇、啊！咁所以喺度震啦，啲肌肉。即係平時嗰啲好似人哋嗰啲眼眉條無啦啦入某個眼位嘛，好似有電咁樣，但係又唔係痛嘅，總之就撳住嘅跳咁樣。都係經脈有問題啦。係啦，嚇、啊！咁就我哋留意到咧，其實佢呢一部機咧，即係講緊粒子對撞機。阿霍金就話，即係叫啲科學家唔好搞嘅，出曬書嘅。咁但係我唔知道邊本書啦嚇，因為我唔係好睇英文嗰啲。係。咁就。其實那部機咧，當佢一開咧，咁就聲稱話咧有一啲嘅門咧就會打開嘅。哦。咁、啊、最近我又睇下呢個時空嗰啲啊，係啦，時空門嗰啲埃及戰神好似有套咁嘅戲噶嘛。係啊係啊。嗰套戲都有講第九道門。嗯。咁其實我嘅意會都係覺得係類似講緊同一樣嘢嚟。哦。咁而呢個門打開咧，咁其實個感覺咧，你睇翻啲炒車咧。是好像那時候菲律賓咪挟持人質嘅，你見到佢入黑先至會著燈噶嘛個人，朝早好 nice 噶佢，即係挟持。即係唔知點解好似 short 咗咁。即係突然間個情緒好似好亢奮咁樣樣，向某一個無一係就喜悅啦，一係就好似好憤怒啦咁樣，向住某一個極端點去衝過去咁樣咯。係啦，一嚟嘅時候咧，就嗰個感覺已經著咗魔咁樣噶啦。嗯，啊，咁其實就你睇翻小巴嗰啲事件咧，其實同我哋中國人成日留意嘅農曆七月十四要早啲翻屋企啊，嗰件事係差唔多嘅。嗯嗯嗯，即係逢係七月就總係有啲意外係怪怪地啊嘛。係。嚇，嗰啲怪怪地嘅意外就即係而家好似變得好 common 咁。哦，係啊。咁我哋咧就好得意，我哋開初咧就即係留意呢部機佢著機。咁咧就啲時間咧都好 regular 嘅，嗯，咁但系咧就佢開始開得大嘅時候咧，就係啱啱過去2015年12月啦。咁如果講以前咧，佢係一開波咧係2008年9月頭已經有噶啦，嗯哼，啊，咁但係嗰陣時個電壓係開得唔大嘅，係，咁所以就冇好大嘅影響到亞洲區，係，但係而家就。整個星球的人都應該是受它影響。你說話沒有怎樣影響到亞洲區，就是因為它的電壓小，所以它就只是可以影響到這個歐洲而已。是的，周邊國家。是不是關，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突然間歐洲那邊突然間很多人瘋了，就走去 join ISIS 啊？哦，那我就不知道，我都ISIS 是2013年開始的。關不關事的了？真係唔知喎，要追翻轉頭。會唔會其實可能你話開機嘅之前，其實佢哋就肯定要做試驗噶嘛？要㗎。係咯，佢做 testing 嘅時候，佢做 trial 嘅時候，咁咪一定會有影響啊！有影響。一定要有啲事發生咗，令到佢哋知道有影響，真係 work 嘅，咁佢哋先至嗰部機先至可以 launch 到，可以開始用噶嘛？係啊，其實就佢哋網上好多人講呢部機，即係有好多個目的嘅。嗯，面嗰陣咧就話咧要干擾個 Panel X 就唔好嚟。嗯。嚇、啊，咁但係中間有幾陣咧又話要即係整到普京誒著曬火咁，然之後令到佢打仗。哦。咁、啊、其實即係有好多個版本。咁點樣即係可唔可以透露多啲俾我哋啲聽眾聽？就係、是、點你透過咩嘅情況知道佢係開機咧？其實係身體嘅感應。嗯，同埋要觀察到周圍環境個氣氛。嗯，因為其實呢啲嘢係牽涉到粒子啊。嗯，咁俾一般人聽落去就覺得係好虛無。嗯，咁但係其實因為我留意咗啲人，如果能量係低嘅時候咧，嗯，佢有三個方向。嗯，一咧就係佢會好容易會病。嗯，二咧就係佢好容易會燥底。嗯，咁三咧就係、是、過勞。嗯哦，即係成日好攰，好似休息極都唔夠咁。係啦，咁就會係能量異常低嘅。過勞即係無啦啦揾嘢嚟做嗰啲。係啦，但係佢就真係好人災可能。跟住就做到虛脫都唔知咁樣。嗯，好多啲人㗎而家。唉，我哋過年咪三樣中曬咯。係咯，係咯，即係成日。一過年就病咯，我哋。係啊，我年廿九已經開始病咯，病到年初五。其實新年嗰排嘅 schedule 開機咧，我就唔係好記得喺呢一個 moment。嗯。咁但係好肯定記得咧，就係聖誕節15年廿四號、廿五、廿六，係啦，呢三日咧
係佢係冇熄個機嘅，佢係24小時開著，仲要開到最大。Oh. 即係好似當聖詩咁樣播。係啊，即係你哋喺個現實世界就好似好美麗、好開心、好有氣氛，成條街。咁但係其實佢暗下底咧，就已經係將你個人咧嗰啲粒子咧抽空曬。其實係聖誕節啲人狂歡嘅時候，就等你更加狂歡咁樣。係啊，即係趁你唔覺。於是過咗之後咧，就會好呢個 depress 啦。好 depress 噶。咦，我有想問喎，其實佢部機開得越大，啲人嗰啲反應嗰個 reaction 越大，會唔會又會影響到佢部機嘅 function 或者什麼，令到佢收到嘅效果更好，所以先要做呢樣嘢嘅咧？即係你講會唔會損耗佢自己部機？唔係損耗，即係會唔會係當啲佢開部咁嘅機？咁對應我哋啲人嘅時候，就有啲咁嘅身體反應啦。係啊，跟住然之後就變咗係佢成功咗啦。咁我佢成功咗之後，譬如話我哋啲人 depress 啊，好攰啊，成樣咁樣，對瑞士嗰邊有咩好處咧？其實瑞士嗰邊就未必真係代表瑞士。嗯哼。其實呢部機係代表一個組織。嗯都是那些啦，啊，那些那些形狀那些啦，我們經常都說那些啦，是都是那些不用提的。明白的，餐座是美國那邊還是歐洲那邊？是的，都是有錢人啦。即是我想加一些注腳呢，就是那個粒子對撞機呢，就是去整一個圓形的東西啦。這個圓形是整個磁鐵來的。那個圓形是幾百米那麼大的，即裡面有個牧場在那裡，他說你的養牛，你看那些牛沒有事的，證明安全啦，這樣。但是有些東西看不到的嘛，即是你說那些牛生勾勾不代表是安全的。那他開機的時候呢，就是會令到整個環形那個磁力呢是很大的。這樣就即係大到咧，係會影響地球磁場。冇錯。咁所以咧，係幾年前啲人就話，你開機之後咧，就唔知邊度就會地震噶啦。基本上就係會喐到，如果你即係有啲成個地球有啲地方係你只要喐少少就會震噶嘛。咁佢就係開機，佢係唔知點樣射住佢，即係佢唔知道佢，我哋唔知道佢有冇辦法計到。是我幾時開又去邊度地震嘅？係定係佢開機咧？佢淨係知道有啲地方好 random 就實地震啦，咁樣係唔知嘅。咁咧呢個係第一個影響啦，就係會令到擾亂咗地球磁場啦。咁第二個影響咧就係、是、好啦，咁啲粒子喺個圓圈嗰度加速啊嘛，然之後撞埋佢啊嘛，撞埋佢咧就佢嗰、那個。加速嗰個動能就非常之勁啦，咁樣撞埋之後就剎車啦，咁然之後個動能咧就會即刻變咗做呢、這個物質，即係呢個愛因斯坦嘅 E 等於 MC square 嘅相反啊。哦，即係咩物質啊？即係話愛因斯坦就係話呢個E 等於 MC square， 我係記得嘅。核子呢個核即係呢個輻射咧，咁佢爆開之後咧，佢嗰個總量咧係會少咗嘅，即係將如果呢個物質個質量減少嘅話，咁佢就會變成能量啦。咁於是咧就噴射啲能量出嚟啊嘛。咁而家佢嗰個程序係調轉嘅，就係令到粒子個能嗰、那個動能非常之高，然之後一撞埋佢之後剎車，於是產生咗物質出嚟。明白嗎？大概明白的。這樣呢，它就會有很多粒子是四方八面這樣爆出來，而那些粒子呢，個能量也都非常之高，所以就叫粒子對撞機了。 W 是的，這樣呢，它們呢是要即一撞一次呢，這樣白這樣就幾即在那個在那個兜裡面有幾萬條線這樣，然後呢那些科學家呢就在幾萬條線那裡就是要by elimination， 即係話我已知嘅粒子，我全部查曬佢，查淨嗰一粒就係上帝粒子啦咁樣。但我唔知佢幾時先撞到粒上帝粒子出嚟啊嘛，所以佢不停咁撞，不停咁撞，就不停咁樣去做嘗試啦。係啦，即係佢表面上就係話我係要揾翻粒上帝粒子，於是咧我哋就可以計翻嗰條呢個宇宙唔知乜嘢終極嘅呢個定律，係究竟證明都係啱定唔啱嘅咁樣。實際上呢，
實際上就係佢一撞嘅時候，啲高能量粒子咪全世界咁樣爆咯。係，嗯，即係等於中輻射咁樣啫嘛，或者係太陽黑子周期咁樣。係，你如果啲高能量粒子射出嚟，咁咪即係有好多所謂嘅自由基咁樣焚過嚟咯。嗯，咁我哋咁樣受咗啲輻射咁樣咪。就是會快啲衰老嗰啲咯，等於你用微波爐食嘢咁樣啫嘛。唔怪呢幾年我樣老咗啦。O K， 即係佢唔係放啲負能量，而係佢破壞咗啲正能量。嗯，破壞咗啲有秩序嘅嘢。啊，咁咪負咯。嗯，即係好似微波爐叮嘢。係啦。咁跟然之後嗰啲蛋白質就係咁亂撞亂黐，就排亂曬啲次序，所以食嗰啲嘢就會有問題啦。係啦，嗯，哦 ，OK， 我都係而家先至知道。咁樣跟住咧，就時空門嗰樣嘢咧，就係話當佢撞啲高能量粒子撞嗰一剎那，咁就係、是、嗯。這個速度極之高、啊、即是接近光速、啊嗯、然後忽然之間煞停、嗯、那就產生這個時空扭曲、啊哦、即是在這個極之微小的範圍之內是有這個時空扭曲、嗯、因為它改變了那個磁場，有很多不同磁場 的交匯在那裡製造了出來，是的，一扭曲了的話就有些東西擠出來，所以呢你說什麼第九道門那些、那一點就是時空門來的。嗯，那就是說想當年我說這個、Flower of Life、嗯、這樣 Merkaba、嗯、如果你這樣玩的話，它是有可能破壞到地球 Merkaba， 只不過現在還未高到一個位置，即係個時空門可能只係得那麼一丁點咁樣，但係如果佢再玩落去，再勁啲咁樣，咁就唔係那麼一丁點啦。咁會爆炸噶咯喎，又先。係啦，咁樣就冚家富貴啦。咁又好似嗰一個唔知咩亞特蘭提斯定邊度咩玩爆咗噶咯。係啦，咁就世界末日啦。哦，但係其實佢開粒子對撞機話揾嗰個神嘅粒子，其實係攞嚟講嘅啫，佢嘅 selling point 嚟嘅啫。係啊。即係佢可以係為咗達到呢一個佢 sell 嗰個 point 去講一啲道理出嚟，講到好似好 reasonable 咁樣樣，可能係可以係另外一個目的噶嘛。係啊，嗯，即係你話你做科學研究冇理由影響到其他啲地震嗰啲，你唔負責任。跟住佢又話唔關我事喎，我唔知喎咁樣。吓系咁嘅咩？咁样即系牛津为咗研究电灯胆炸埋隔篱间屋，唔关我事哦，我唔知哦咁。系咯。诶，我又想问佢，你讲嗰嚿咁大嚿嘅磁铁啦，讲紧系成个足球场咁大嘅磁铁啦，应该唔止啊，应好似维园咁样样咁大啊。系啊系啊。咁大嘅磁铁，其实佢就算你唔通电就咁摆喺度，佢都有磁力噶。唔会啊，佢系电磁铁嚟噶嘛。哦、，OK。嗯、即是你越高电压，去的磁力越大。嗯，明白。是的，这样呢，即是说现在件事就是有人玩粒子对撞机，很阴谋论地、嗯、就是想我们呢，即是这个普罗大众平均地呢都是会趋向于 depressed 那边、嗯、即是趋向于心情不好那边。攰啦，病啦，攰啦，病啦，燥啦，嗰啲啦。你對於呢件事有咩睇法？我突然間就係諗起 W 講起就話佢近2015年開始嘅年底開始就開得好密啦嘛。嗯。咁啊，差唔多平時就 weekend 先開嘅啫，但係唔知點解有段時間好開得好密咁樣樣。咁啲嘢燥下燥下，所以而家突然間有。只是說香港有很多 suicide 的事件走出來，都是這樣儲回來的。suicide 自殺是半年內嘛、嗯、因為突然間多了，因為如果這樣聽剛才這樣解釋它的粒子對撞機的話，它那個 function 它走出來的副作用就是它去放大，它除了破壞你正能量之外，就是可以放大你的 depression 的嘛。是啊，可以啊。咁如果佢放大嘅時候，一個放大嘅能量同十個一齊放大，同成個香港市民嘅想法一齊放大，你走出嚟嗰個效果好唔一樣。
所以就會搞咗咁多啲咁嘅。即係其實如果你開機，我喺屋企 hea， 影響唔係好少咧。其實個個都係收緊呢啲嘢嘅，咁但係咧就睇下你儲得幾多。咁而家喺我哋臨床咧見就係、是，譬如話有啲人打 call 銀行電話啦，或者係一個好負面嘅 email。或者你哋好開心打麻雀，但你唔知道自己原來係個好似個器皿咁樣承載住好高度數嘅負能量咧。係，你係會交叉感染，好似病毒咁樣。嗯，然之後就唔知點解黐咗人哋嘅情緒翻嚟，然之後就突然間明明個人好似冇咩嘅，就唔開心，就唔知為咗咩嘢唔開心，跟住然之後就越諗越偏激，越諗越歪。跟住揾人發泄咁樣，就要鑽牛角尖咁樣。係啊，不停係咁去。咁喺12月嘅時候咧，因為我有揸車咧，咁我見到馬路上邊嗰啲人個節奏咧，就係唔會即係唔會顧及你嘅，即係大家都好似碰碰車咁樣。咁但係再早多個零月咧，我就算點樣亂咁揸，或者係睇電話、睇報紙乜都好咧，其實你會見到係兩個 pattern 嚟嘅個節奏。即係好似嗰睇見嗰啲人嘅節奏，好似喺兩個唔同嘅 city 嗰度咁樣樣嘅。係啊，即係一個係好大家都好顧及安全，一個咧就係開完機之後咧，其實我都遇過幾次，就係你如果有一少少嘅唔啱，或者係令到佢有機會產生意外咧，佢就會即刻走出嚟咧，舉起隻中指嘅。嗯，即係好燥底嘅，而家馬路上嘅人。嗯，即系少少嘢就好似好成系硬系就好似揾交嗌咁样样。系啦，明明好小事嘅都系要喺度炒到你。系啊，冇错，即系佢令到你个潜意识系好多 anger。吓，但系佢自己未必知啊。咁当佢自己即系有少少嘢辣得着嘅时候咧，嗰堆所谓嘅火药嘅 anger 咧，就先有机会可以 release 到出嚟爆。咁但係一般嘅人食完啲負能量，個個都話冇嘢啊，我覺得冇問題啊。咁但係我問翻我啲朋友咧，佢哋開頭唔知，但係佢哋睇翻聖誕節嗰排咧，佢哋係話家家户户都係好多嗌交嗌叫。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呢個要好自己體會。咁但係有時我忙嘅時候，我都未必會去留意佢係咪今日開機咧。咁有時我啲朋友或者客咧，我會 send 短信嚟。他會問是否開了機、啊、那個人很累，或者剛才我說電擊的感覺呢，他們是密得很緊要，所以即有時不是我感覺到，是我的普通的朋友他不 new age 的、但他們好像知道了 connect 到，他們是很意會到有沒有這個角度的影響，即是比較敏感、是的，都是的。其實2015年嘅年尾，跟住然之後就到新年農曆新年呢段期間，我哋都係淨係唔好講其他人啦，淨係我同你之間都好似好多衝突。係啊。然之後又有好多啲 depression 啊，身體唔舒服啊，係 find out 唔到 reason 喎。係咯。嗯。咁你而家知道咗呢件事，咁你心態有咩唔同？我。第一次見 W 嘅時候，聽佢講呢樣嘢，咁當其時我就受緊呢一個受緊呢一個濕疹嘅困擾啦。咁到而家都未好曬，但係嗰陣時係好嚴重噶嘛，成塊面有甩皮啊，又剩啊，用過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啊，都搞唔掂嘅。咁一聽到佢講之後，我突然間開心咗，因為點解咧？我唔係變態嘅。即係我知道其他人聽到可能會覺得，唉，咁即係我做咩都冇用啦，係咪先？因為你控制唔到個組織，你控制唔到嗰部機幾時開。係啦，我原本嘅諗法就係講嚟做咩啦？咁你做咩都冇用噶。OK。但係我就覺得唔係喎，我一聽到嗰下，我覺得我之前一路就喺度諗。是我自己的情緒問題啦，是我自己裡面有些 setting 我還未挖到出來的問題啦，是我一路以來因為個 setting 所以在個身體裡面積存了很多些那些毒素啊 negative 的東西排不出去，所以令到我身體那麼多東西不舒服啦，跟住然之後還要哇大佬成40年喎，點排啊咁樣樣，咁啊終於都啊明明平時都係喺個身度或者喺隻手度喺條頸度嘅啫，明年但係。
今年做咩無啦啦上埋塊面咧？咁點算咧？咁樣樣係從來未面對過，而我個人係好 depressed 嘅，因為我係做乜都冇用。我試過用啲草藥嚟浸啦，洗面啦，跟住然之後特登去走買啲 natural 嘅嘢去搽啦，跟住然之後戒曬口啦。咁當然我唔會睇西醫啦，因為我好多年前試過一停咗西藥之後係爆得仲犀利噶嘛。咁啊～乜嘢嘢方法試過？我媽都幫我煲嗰啲嘢嚟洗面啊、洗身啊，成樣咧都佢都轉過好多條唔同嘅方，但係都冇用，係以前一條方已經搞得掂嘅都冇用。咁我就好沮喪啊！我覺得唉死啦，冇得救啦咁樣樣，好擔心，好擔心。但係一聽到得別人咁講，啊，原來唔係我自己單純內在嘅問題，其實只不過係可能我只不過有那麼一丁點，但係因為佢開咗機之後，佢發大咗一樣嘢嘛。佢發大咗呢樣嘢，跟住然之後佢又持續咁樣樣開嘛。嗯。咁所以我嗰啲佢放大咗我情緒，跟住然之後令到我個身體咁敏感，跟住然之後我又因為我唔知道，咁佢已經搞亂咗我嘅磁場嘅，就一路黐住我。因為你因為阿 W 就講過，好似啲鼻涕咁樣，唔係你唔係講鼻涕嘅。類似咧。係啊，類似啲咁嘅嘢，好似黏膜嘅咁嘅嘢，就黐住喺成個身度。嗯。如果你唔去 clear 嘅話，佢係一路黐住，你係唔會好噶嘛。係啊。我一睇到啲人，哦，有得 clear 噶，好開心啊！即係唔係我嘅問題啦，即係唔係我自我破壞啦，即係唔係我自己令到自己唔健康，唔係自己低咗求生意志想死啦。因為睇過好多書，有啲人去病唔想好，就是、因為冇求生意志嘛。哦，但係原來唔係喎，因為俾啲嘢黐住咗，走唔甩喎。我就啊～明明我結咗婚之後，個人好亢奮嘅，成日都好開心咁樣噶，冇理由會咁 negative 噶咁樣樣。咁我啊，唔係我自殺啊，原來我有得救啦。嗯，雖然有啲嘢我控制唔到，即係佢嗰部機幾時開我控制唔到，但係我可以揾方法去揾人幫我 clear 啦。嗯，又或者自己去學一啲方法去 clear 啦。冇錯，其實係自己係可以自救噶嘛。嗯，即係。只螞蟻跌咗落盆水度，我可以自己有能力，我識得點樣游，游翻去個碗邊就 OK 啦。嗯，我唔係喺個茫茫大海度跌落去，原來係我自己選擇跳落去嘅咁樣樣，唔係咁，唔係去到咁無助咯。嗯，一知道咗之後，哇！我有救啦，我可以自己救自己啦咁樣樣。其實我九幾年嗰陣就喺呢個慘綠時代咁樣，即係九幾年。成好多年都係唔開心啊！咁跟住咧，有時咧就係、是、覺得，哇！點解頭頭碰著黑噶咁樣？點解樣樣都唔利我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咧，我啊睇八字，哦，冇流年流月啫，會過嘅咁樣。咁樣個人又好似開心咗，即係如果你唔係知道嗰啲嘢就，哦，原來個天都玩我，冇得救啦咁樣。係啊，其實嗰、那個我當其時嘅心態嗰個情況，咪就係好似嗰啲 suicide 嘅人。其實講少少啦，我曾經中學時代我有諗過，我用咩方法係死得最靚，可以保咗全相啦，唔會變色啦，唔會少咗減節啦。又不會發脹咁樣樣嘅，咁樣係啦。咁應該好多青年人都會經過啲咁嘅階段啩，我估。咁啊，嗰陣時都有啲咁嘅心態噶嘛。咁所以跟住我就諗起，咦？嗰日佢講起我哋講唔講呢個 topic 好嘅時候，我突然間就 attach 落呢啲咁嘅心態度。其實佢嘅絕望就係因為有好多嘢黐住。嗯。佢就一路都以為係。即係佢就一路覺得啊，周圍環境令到我好絕望啊，冇噶啦，冇希望噶啦，一路就或者係 it's my fault 咁樣，係我錯啊，或者係人哋嘅錯。總之佢嗰個或者係人哋嘅錯累我，係啦，我夠係啦。總之佢嗰個想法咧，就一路咁樣挖深挖落去。佢冇諗過，其實係你呢個負面嘅諗法咧，其實只不過係你冇退後去諗啊，定點啊，或者各樣可以諗得更加。找回一些樂觀，找回一些正面的東西去想、啊、的機會，他即因為他那個已經他以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嘛，因為他們 negative 一定不只是指他們啦，他們應該是家裡面的其他人都會沾染到這種 negative 的思想。嗯，會的。去
令到他持續覺得我的世界，包括我的屋企，都是俾到啲唔開心嘅嘢我，我嘅人生係冇希望呢種心態嘛。嗯，係好微妙嘅，即係唔係直接咁樣講一堆嘢令到你咁，即係唔係令到你 down 咗，係大家喺一齊相處，可能大家坐埋唔夠一尺咁，啲氣場啊、信息啊、啲粒子啊係咁交換。嗯，即係譬如話。我講的就是蔡思書的個情緒粒子單位啦，嚇、嗯啊，即係 EE 單位啦、嗯，或者思考粒子單位 CU 單位啦。嗯，咁其實大家都會沾染到，嗯，亦都會交換。係。咁所以有啲 case 咧，即係我哋有時睇，哦，可能呢個小朋友佢翻學感染咗、發燒，咁其實可能係嗰個課室裏邊一堆嘅小朋友咧，都有呢啲嘅情緒係交換緊，而係一啲焦慮、恐懼或者係負面嘢。嗯嗯。咁當佢哋累積到一定嘅指數咧，佢哋就會有症狀出現。嗯。咁跟住就大家就即係翻屋企睇醫生啦，咁啊食下藥啦，咁有啲就會用自然嘅方法去處理啦。嗯。咁但係其實最深層都係講緊呢啲嘅。即係粒子被偷空咗，而產生到嘅一啲負能量。嗯。嚇、啊，咁我未必覺得係部機會釋出負能量，但係佢總之影響到我哋個人冇曬能量，嗰啲器官啊、結構啊、骨架啊，啲粒子唔係好喐嘅時候咧，咁自然就出現頭先我講嗰個三個症狀。嗯。攰啦，病啦，嗯，唔開心啦。嗯。咁然之後咧。他們就會卡住在這個位置，有病有症狀，就不停在重複發生，病很久，咳很久，很久都不退燒，其實就整天都面對這些問題，這幾個月裡面。即是包括情緒裡面，如果我為了一件事轉牛角尖，那件事就是一路都纏住我。可以的。總之是同一件事，想來想去都想不到出路。都可以，但亦都唔排除會呢件事完咗又會第二件事嚟煩擾你。嗯 嗯。總之就係要將嗰堆嘅負能量咧，係有效咁樣清走。嗯。嚇、啊，咁但係呢個概念其實好多人或者我同一啲行家講咧，其實佢哋都未必接受或者係意會到有呢件事。嗯。咁但係有啲好深嘅朋友咧，即係佢哋係玩神功啦。嗯。咁我唔係啦。嗯。咁但係佢哋就叫我攞啲粗鹽沖下涼。嗯啊、但我又叫啲客去做咧，我又覺得係唔 work 嘅，即係未必係嗰個層面。嗯，所以就一路都揾緊，即係點樣可以有效清除簡單嘅方法。嗯，但係就未係好見到啦。嗯，但係如果你話有啲人係比較開心底或者係好熱戀嗰啲咧，咁、就有機會可以自己去瓦解嘅。我見到有啲 case。我算不算是其中一個？都應該是，不過即係唔知道你哋嗰排開唔開心底啦，開機得勁嗰排。咁因為你會產生正能量嘛。咁所以嗰個負能量可能唔夠去多咧，就可能瓦解咗。嗯。啊、即係呢個我都係我假設啫，因為我唔係太多老鼠而家手上。你我哋屋企做啊！揾啲老鼠翻嚟。我第一個做老鼠，我即係因為要做老鼠嘅條件係佢要好自己知道究竟呢一刻。他有沒有這個負能量，他也都是否跟這個 scenario 呢，就是去做這件事呢，譬如說我們當這個第一個的、白老鼠呢，他是要試熱戀是否真的瓦解到這些負能量呢，那他不 可能一個人單戀的嘛，他一定是兩條友，喂是不是單戀啊所以有些 condition 是有些困難的所以即我這些都是業餘去望一望而已，得啦，得啦 ，OK， 過嚟試我，我係trial。OK，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佢一個人黐住啲嘢都還好啊。個問題係佢屋企人啦，包括佢屋企啦，佢成日出沒嘅地方啦，全部都係有嗰啲咁嘅，甚至佢出面接觸嘅朋友啦。大家都是我頭先講嘅交叉感染啊嘛，係啊，大家都係不斷咁樣去交換緊一啲。因為個粒子亂了、所以沾染到別人的 depression， 然後放下來就因為是別人的 depression， 所以我一定想不通的、啊、一定想不通的時候我一定沮喪的嘛、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開心，那我就去找一些不開心的原因，那就要在身邊那裡找一些，即就算發生少少事，很簡單，我今早肚餓而已，都可以覺得，唉，我真是黑仔啊，為什麼會肚餓的？為什麼人人吃那些東西都不肚餓，為什麼是我啊，成樣啊，這樣，即你要不開心是可以有一千一萬個理由的嘛，隔離三姑那隻貓生不出仔，這樣有關自己事，這樣可以是這樣的嘛，可以啊，是啦，那因為這樣就要硬去找，幫自己找一些為什麼我不開心，哦，因為阿媽今早喝我，叫我去吃早餐，她態度不好，這樣，那就可以，啊，我真的，我家裡沒有家庭溫暖，這樣，都可以這樣沉下去，因為你知道，尤其是年輕人或者小孩，他們不懂得怎樣用一些代入法，啊，即是那些代入思考法那些，即是不懂得去怎樣想，啊，為什麼我媽會這麼猛，啊，可能因為我經常都慢吞吞，啊，怎樣他不懂得這樣去調回轉頭在別人的立場去看嘛，所以就會不斷沉下去那些地方，那就變成就將那些其實是他自己找住那些 negative 的想法，是啊，三次就永遠的了不是啊，一次就永遠的一次就永遠了嗎？你看看我媽哦就像我媽這樣，我一次忘記帶鎖匙，她就說你次次都是這樣的，哦，但是如果你那些人抑鬱那些呢，他就是一次就永遠那些呢，他是做了一次，跟著個腦呢，他不停地重複，即是那個自我對話，是會令到，就是令到你抑鬱了。是咯，就是所以這樣，所以那些人是走不出咯，其實是，一來就是可能自己想不到怎樣，找不到那個原因，而又不懂得怎樣跟人家說，所以就會更加 negative 啦，覺得好像世界沒什麼希望一樣，灰蒙蒙啊，跟著又身邊又沒有 W 那些這樣的勁的神秘人在這裡啊。是啊，神秘人。其實你想事的方式是會影響到你是不是抑鬱，不過這些又找人說啊。這個又可以講一集的，是的，所以我覺得知道粒子對撞機這件事不是絕望的，我覺得是有希望的，即是不關我事好的是的，不是我搞到我自己這樣的也都不是別人搞到我這樣，是社會的錯誤這些擺明就是世界性的社會的錯誤，是的，是的，其實就我們一開初意會到這部機的時候呢，身邊的朋友都挺絕望的，老實說，因為部機不在你家嘛，即是你控制不到幾時開幾時關，但是我們知道了之後呢，都有想過很多方法它怎樣可以消失呢，有些人就會想，會不會打仗打到去那裡，然後扔了粒炸彈炸爛了呢雖然它旁邊有些消防局的都但是即是你再留意一下新聞呢，你發覺呢這個世界就是有得第一步就會有人想整第二步，是啊，不是先那裡有沒有大陸那些好衰不衰，我們要整部勁過去都愚蠢勁十倍那些是嗎？真的有啊，是啊，他們說要整部勁過去，唉，那那就仆街了那就算低了如果上次我們的總理啊，成樣那些說要投入這個研發的話，那就大件事了，是啊，大陸什麼都說要勁一點是的，各個國家都研究這些東西，其實如果你說在實質一點的角度看呢，即如果有些朋友他是有那些影氣場的機呢，是即譬如說，你對著手落個機度呢，影到你整個人的脈輪加上外面那個罩呢，那你就會見到呢，其實它每開機呢它都會令到你的牆呢是穿了洞，好像蛀蟲仔一樣，而它會有前後左右，當如果你的人整個罩都脫掉呢，那真的很難說會不會被人 mind control， 老實說真的，
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時刻咧，我嘅建議就係最好你揾多啲有效清除負能量嘅方法或者工具，同埋就係保護自己個氣場。誒、欸，咪有某個國際巨星嘅 concert 好有名地有啲。即係其實網上面都熱咁樣講緊啊，有啲 ceremony。你早排想講啊嘛？嚇？係某。誒、你唔好讀爆我啦！即係總之嗰個 ceremony。某國際巨星啱啱嚟到香港啊嘛，啱啱先開完巡迴演唱啊嘛，大家知啊。佢咁佢嗰個。係啊，麥當勞啊嘛，我知啊。麥當勞周街都係喎。我要巨無霸。咁嗰個我就當其時我都喺度諗啊，其實佢係咪 mind control 咧？咁佢自己本身真係當一隻舞，定係佢自己都知道咧？咁後屘又有傳言就話，聽到某個朋友就話：，喂，好似同啲粒子對撞機有關喎，佢係配合呢一樣嘢嘅喎，咁樣。係咯，我哋就無意中，即係我對佢嘅演唱會冇乜興趣嘅，咁我亦都唔係。即係佢啲 fans， 即係你係某位朋友，我就話代某位朋友去講啦，即係佢嘅心聲。咁其實我哋又嗰排睇演唱會咧，即係佢去，咁就禮拜三、禮拜四晚嚟嘅，好似唔係我啊嗰、那個，都唔係在座嘅。咁啊喺禮拜四晚咧，就唔知點解咧，個粒子機係開咗嘅，夜晚八點鐘香港時間。咁但係平時咧，不嬲冇咩大時大節、聖誕節、新年咧，佢都係 regular 禮拜六日咧，就朝頭早八九點開嘅。係歐洲嘅時間八九點。香港。即係佢哋嗰邊自己下晝。唔係夜晚嚟嘅，應該下晝夜晚咧。佢哋嘅下晝咯。總之我記得佢係我哋同佢爭七個鐘啊嘛，佢哋嘅中午咯。哦，冬天爭七個鐘，夏天爭八個鐘。咁啊啱啦啱啦，總之佢係七個鐘嘅時差。嗯。嚇，我唔知佢轉咗 Halloween 之後嗰啲位。即係佢食完 tea 啦，就走去 park 著個掣啦。係啊，咁就通常都係八九個鐘嘅啫。嗯。咁但係就嗰次演唱會又突然間褪咗，配合嗰個夜晚香港時間八點咧，就開到唔知第二日唔知幾多點。咁嗰次我哋就開始留意到，咦？點解會兩邊一齊夾攻嘅咧？咁佢個 backdrop 咧，除咗有嗰啲好似好敏感嘅 ISIS 啊，同埋啲其他嘢之外，佢有呢個箱嗰部機嘅一個 backdrop 嘅，喺個即係嗰個巡迴演出後面嗰啲舞台嗰啲咁樣嘅佈景。係啦。就其中有一幅咧，就係咦？點解咁熟口面，好似呢個對撞機嗰個樣咁嘅咁樣？係啦，成個八卦咁樣嘅。咁跟住我就冇睇，我 friend 就話：我問佢係咪八面啊？跟住佢又數嗰嚿嘢，係喎，八面喎咁樣。咁啊，個樣完全都係嗰啲嚟。哦，即係嗰嚿嘢係八卦樣嘅。係啊，黑色咁樣一嚿嘢啦。哦 ，OK。係啦。即係喺網上面 YouTube 有個樣子可以揾嘅。我諗佢未必會公開，因為其實佢裏邊內部啲相咧，你打翻個演唱會，佢都係少量流出嘅。嗯。嚇、啊，咁所以佢最精警嗰啲咧，即係譬如話係有幾幕係啲死屍喺地下躝翻上嚟嗰啲，即係佢哋叫所謂儀式啦嚇、啊。但係你睇嘅時候就覺得係跳舞嘅啫呢啲嘢。嗯。咁嗰啲嘅過程咧，全部係做曬。咁你內部嘅人影到先有得睇噶嘛？佢唔會抌上網噶。嗯。但係應該聽聞就有力嘅嗰啲嘢。哦 ，OK。咁嗰啲其實，如果啲人睇完之後，咁咪楞住咗好多啲咁嘅 negative 嘅嘢，即係帶住個場咁多人，大家喺度交換情緒啦。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講得白啲咧？即係我唔知係你哋會 prefer 下一集啊定而家咧？不過我諗而家比較 critical，即係都三月尾就到。咁其實咧呢、這個演唱會咧，我哋咧就俗稱係一個演奏會，嚇、啊，即、就、係、是、一個詛咒嘅咒。係、嗯。咁其實呢位阿麥當勞小姐咧，佢嘅背景就已經係。即係聽聞啦，我唔熟佢。大家都明啦，背脊就紋住一啲符號啦，已經。係啦，咁佢以前就聽聞係學呢個卡巴拉生命樹一啲嘅法術嘅，
即係又唔係話佢嗰陣時唔係話佢又信過密宗咁樣樣嗰啲嘅咩？哇！咁複雜真係唔知喎。但係又跟住然之後，科學教唔知道有冇粉啊佢？唔知喎。嚇！總之就即係比較邊一範佢都學過一下。係。咁而咧就佢呢一次嘅巡迴咧，係就係、是、我哋覺得佢係咧每一個呢啲嘅 show。都是很刻意咁樣咧，將一些、wording 啊、負能量嘅嘢啊、一些焦慮、恐懼啊、性虐待啊，全部呢些嘢咧都是印咗落去觀眾的你當係腦裏邊又好，細胞都好，即係 inception 咁樣，係啦，即係我攻擊咗你，你都唔知道，你坐喺度哈哈哈，咁、但係其實你翻到屋企嘅時候，你會發覺嗌大交，好多人嗌離婚又話。即係呢個炒嗰個炒，咁、又唔知點樣無了期地不停全家發燒，啊由 B B 去到可能成人都就係咁病啦，你點睇醫生都冇用嘅。咁有冇得 clear 咧？我哋就發現咗有嘅，係啊，咁但係消耗嘅時間比較長啲。因為你要如果成個 family 一個 family 有十個人嘅話，咪要逐個逐個斬斷個 connection， 然之後 clear， 然之後到第二個，仲要 protect 咗呢個。clear 咗嗰嚿要 protect 咗佢，跟住先斬第二件咁樣咯。係啊，我哋就遇到一啲 case 就係 B B 加媽媽咁樣一齊病，係咁就點都唔好，係同埋 B B 就反應都好焦慮，雖然佢唔識講嘢，係咁啊，我哋發現咗呢啲中產嘅家庭咧，就係由阿媽去睇啦。阿爸啦，跟住咧就老公個媽啦，跟住又有啲姊妹啦，咁因為佢哋都係有血統上嘅一個家庭嘅關係，咁所以咧，當求其一個 family 嘅成員睇咗之後咧，佢成抽嘅家人咧都有呢啲嘅焦慮恐懼喺個身體裏邊，即係成抽 DNA 嘅 train 就氹氹轉一個扣一個咁樣樣就傳染落去了，感染咗啦。啊、咁所以就而家咧好得意嘅一個現象，咁亦都係我一個朋友啦，佢就話俾我聽，佢咧就一個媽媽嚟嘅，佢就有兩個女，一個大女咧就讀一啲普通嘅中學啦，咁但係咧細女咧就讀啲即係高貴嘅或者係叫做有錢人家嘅中學，咁有錢人家嘅中學咧就佢哋嘅屋企人肯定有啲人去睇嗰啲嘅 show 噶啦，因為呢啲咁所謂難得嘅嘢，咁而咧就過咗。應該都差不多成個月咯，呢、這個演唱會，係啊，差唔多啦。咁總之喺呢幾個禮拜裏邊咧，已經搞到翻天覆地噶啦。即係我都唔係識好多呢啲嘅 family。佢話阿細女咧就唔知道做乜鬼，就成間學校裏邊嗰個班房裏邊嗰啲同學咧，三分一人咧係車輪轉地發燒兼唔翻學嘅。哦，即係你分開三批咁樣。係。咁啊 A 嗰批就發燒啦，呢個禮拜。咁玩完呢個禮拜咧，就到 B 嗰批又就再發燒，咁不停車輪轉。咁其實咧就應該我哋嘅估計咧，就係裏邊有一啲嘅屋企人睇咗呢個 show。咁然之後咧，個仔女就冇睇，不過受牽連。因為啲父母會睇完之後帶咗啲粒子翻去。類似啦，我估嚇。咁啊，然之後咧，佢哋。就受到呢個情緒影響，可能父母同仔女未見面都可以影響到嘅，即係隔空嘅，全部啲嘢都係。哦，因為佢 DNA 嘅問題，係啦，所以你去到地球邊一度都受影響嘅。咁然之後呢個嘅仔女翻咗學校咧，因為佢哋係會有一啲情緒粒子交換嘛，同啲同學仔，即係焗埋一齊就自然有啦，除非你自己落咗個保護罩啦。哦，尤其是小朋友啦 ，connection 更加容易啦。係啦，咁好多人都唔識攞啲保護罩，咁自然就吸咗。係。咁吸咗之後咧，就帶咗呢啲嘅情緒翻屋企。係。咁所以其他嘅同學仔未必佢屋企人睇過，但係就成扎都有呢啲焦慮恐懼翻咗屋企。哦。佢未必係個樣好，表面上真係好焦慮。係。佢喺潛意識個位。咁所以呢啲嘅心因性嘅問題咧，就會顯身到傷風感冒發燒啦，其他嘅症狀咧，咁所以就變咗好似一個災難性嘅流感啦。咁所以而家就唔知啲流感新聞講到點，不過即係件事就係咁樣。咁呢排係話多噶嘛？咁可能喺啲富貴嘅地方多啲啦。咁啊，要先睇下，再研究下究竟係邊啲 area。即係如果你唔講，我哋成日話哦，呢排天氣反覆啦。係咯，或者佢哋或者流年不利啦，或者嗰啲咩細菌就射咗嚟香港咁啦。係咯。
不過因為再唔係就賴馬騮年係特別反覆啦，馬騮頑皮嘛。唔關事。有啊，有人咁樣講啊，真係有人咁樣。喂，不唔係喎，好彩我哋窮等人家，冇錢去睇麥當勞嘅啫。係啊，麥當勞都平嘅，麥當勞都唔好睇。好唔好睇另外一回事啦，係咪先？但係呢啲咁樣一年一度咁樣，你知啦，佢咩年紀啦？佢擺咗幾年啦，大佬。你好似阿米高粒神咁樣樣咁，無啦啦又慣低咗咯。哦。當他開始反省的時候，他就慣低了。他不反省呢就好地地。我即係背脊孭住嗰啲。係啊。哦。真係身不由己啊。係啦，就係咁樣。係啦，咁樣咧就即係連 break 都冇 break 咁樣就講咗一粒鐘啦。仲本來仲諗住講咩嘢靈魂旅程添，點知就嚇？就好順利咁樣就講完呢個粒子對撞機。誒有樣嘢係啦，我頭先就係猛咁喺度諗，唉，我仲有咩嘢想問咧咁樣。我想問你話嗰個氣場就好似腐蝕咁樣樣咯，即係好似俾強水揦，好似揦坑渠咁樣，揦到咧就爛曬。嗯。咁氣場就係你有一個小缺口都可以有啲其他嘅 attach 咗落去，黐咗落個人嘅身度噶啦。係啊。咁如果係咁嘅，當我clear 咗之後，我係咪即係如果我有辦法，或者我不嬲都識 protect 我氣場嘅，或者係我去學點樣樣去 protect 我氣場嘅時候，我其實係可以有能力保護到自己。係啊，道理上只要我密啲去 protect 我氣場，譬如話平時最多一日一次嘅，可能我一日兩三次咁樣，尤其是 weekend 嘅時候做密啲，其實應該係可以盡量避免到。是啊、或者黐少啲都得嘅喎，係咪？嗯，冇錯。其實我嘅觀察咧，就佢嘅覆蓋咧，唔係就係生物啦，動物啦、死物啦，甚至係汽車啦，都有呢啲一撇嘅唔知咩咧，就喺度黏實嘅。咁個影響範疇就係可以令到我嘅車個窗咧係唔識得閂。哦。咁但係咧就我唔係整車嘅。咁我就試過用即係清負能量嘅方式咧，就去將佢嗰撇嘢整走咗。係。咁跟住個窗啊，閂得翻。哦。啊，亦都試過咧，喺80米以上嘅車咧，個轆嗰度咧係狂震。嗯。同埋個軚都係咁震。係。咁我就發覺，咦，有嘢黏住咗喎。嗯。咁啊，就清一清佢，跟住出翻隧道就冇咗事啦。哦。如果一般人就會走咗去蹬胎。哦，咁所以我其實真係一個唔識整車嘅人，但係其實原來呢啲嘅嘢咧喺能量上係要顧及嘅。咁如果你講話你當你自己能夠清到個抽嘅負能量咧，咁梗係好啦。咁但係你又要好知道幾時你又交叉感染。係。咁當你一有嘅時候咧，你要好意識到咧，就係要即刻去清除，同埋將自己隔離。哦、即係而家我哋喺呢個房裏邊就叫隔離咗啦。係。咁但係可能有個人 send 個短信嚟，或者 call 你銀行借唔借錢，係就收㗎啦嗰堆嘢。哦 ，OK。你唔覺㗎？誒、哎，唔怪得有時喺 Facebook 度咧睇到某啲 page 會腳軟啊，或者頭痛啊。會㗎。Uh-huh、通常如果你話面前有兩個方法，一個咧係可以救到你嘅咧。嗯。咁當如果你個氣場好差或者逐啲講嗰啲咩卡麻嘢咧，係你如果越多咧。你就會令到自己係行唔到去幫到自己個方法。哦，因為因緣未到，你仲有卡瑪要清咗先。係啦，所以就其實要睇下你自己，即係能唔能夠可以做到呢個。我覺得係邊個去係整定喎，邊個去邊個唔去，邊個路過都係整定。哦，都會。有啲係製造卡瑪，有啲係還卡瑪。係啊，係啊，好複雜。但係其實。歸根究底就是你做任何 healing， 無論你是用靈性的方法，甚至用心理方法，可不可以 heal 得到呢，就不是靠個幫你 heal 的人的，講到底就是靠自己的。是的。即是如果就算我找到一些朋友幫手，可能好像 W 那些，他有什麼能力去 clear 的，但是如果我自己本身不想的話，其實我都是做不到。是的。或者就算一 clear 了，很快又黐返回來。是的。會的，其實念靈極限是否有用呢？要試咯，是啊，所有嘢都係臨床，即係研究底啦。咁其實我想講就係呢個掟石仔嘅階層咧，就係一啲
即係真係普羅大眾啦，嗯，即係唔係有錢嘅人。係。咁但係如果呢一次嘅演奏會咁成功咧，嗯，去到台灣啦，嗯，世界各地嘅城市啦，係。咁亦都有澳門呢個8888蚊嘅飛係送俾你啦。係。咁我都有朋友即係入咗去就出翻嚟就知道舐咗嘢。係。嚇！咁但係喺裏邊嘅時候咧，佢哋係唔覺得係有事嘅。係。仲要同我拗係冇嘢。係。咁當然係好啦，因為佢係。在那個這麼不對號入座的位置裡面看到原來這件事真的有些事、所以呢你說、這個中產已經是被攻陷了，是到底他們何時會發作呢真的不知道、但是又會不會是有些人會嚴重一點有些人輕微一點、即心態不同應該會這個要看你的身體的抵抗力就不過不是平時說的抵抗力嗯，係講過你個 mind 同心靈啊嘛，係啦。但如果你帶住好似頭先講好多卡瑪嗰啲，就更加再難啲添咯，痛苦啲咯，係啊。所以其實而家講緊呢一抽嘢咧，我哋成日睇嗰啲乜鬼咩藥廠或者係咩食物啊嗰啲陰謀論咧，其實嗰啲唔係好 update。嗯嗯。其實即係嗰班勁人佢哋用嘅。攻擊方法已經不是在物質界，在你的氣場，在你的麥克風玩東西了，是啊，所以其實對應回這個 topic 是跟靈魂有關、嗯、所以其實都是靈魂旅程哦，是啊，又說得通，其中一個 trap 來的是啊，這個就是我想說的尾段，那、即是、W 走不掉的，他還有很多東西就這件事要說的，其實即係如果第日有咩研究，要快啲出嚟講。哦，好，咁我揾啲老鼠先，有拖拍嘅老鼠。係，而家呼籲邊個有老鼠嘅，快啲揾我。我，我哋咪後研究呢個，係啦。好啦，咁樣今日時間又到啦。係啦。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